包括轨道平台非常多的这样的元素。好，那从明年开始呢，我们就逐渐扩及到沙户、龙井、大户，甚至于到我们大甲溪北边的大甲、安，还有那个外埔。那这样的概率是因为对应到这个地方呢，曾经是史前文化，它曾经是清水神社，它所管辖的海是八个乡镇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它是金莲，所以一个这么有文化氛围的一个基地，那未来呢，我们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资源，然后呢，跟其他地区的朋友一起来讨论，所以未来的经营的部分大概就会有三道洞的卖店跟 DIY 教室，四道洞未来会通过策展的方式，不定期有2个月一次开始来探讨台中的